所有的页面你都完成了呢，那你如果要点进去，你就像这样上下调整就好了。好，上下调整。那假设你已经完成之后，你可以从这边呢，当然保存，你可以把它存下来。那么这里有一个叫生成，有没有？生成的工具，你要按下去呢，它会帮你产生一个 ESE。但是重点是你要知道它放在哪里，把它放在哪里。我们先看一下，它预设放在这个位置，什么西槽有没有？杂志的名称叫做这个，然后呢，路径在这里有没有？嗯，那是属于免费的。所以如果你不希望这样子的话，你来这边有一个设置，啊，一样在设置这个地方，你看哦，有没有看到一个叫生成路径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它待会要帮你发布出去的时候是放在哪里，你可以从这边右手边自己去选择。那另外呢，你有发现诶，有一个叫这个字叫啥，应该没问题吧？好，简体啦，好，简体字，杂志的图标，图标也就是我们一般，好，你看到 Word 就那个图，你可以自己去找一个，你也甚至你可以自己做了哈，但是我们这边就看你，如果觉得你想要自己做，我再来讲哈。那杂志的名称就是在这里，所以你可以从这边直接去指定出来，比如说就是我们这一班，那你就把这个地方直接改成你的名字，那边框比较没有问题哈，边框这个大概就 OK。都其他的应该就可以哈。那我现在要把这个目标，我把它换一下，把它输出到我自己这边来。好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我现在要把它保存一下。好，这个时候按生成，对吧？这里就变了，录进在这里是，它就帮我们把它产生好了哈。所以我现在呢，我先关闭起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出生的有没有多一个 ESE 的档案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档案的大小，因为刚有比较多图进来的哈，所以它档案比较大，大概 7.66 MB。好， 7.66 MB 哈。那这个图刚的那个小图示就是这个。所以这个其实你也可以换，你把它点两下，那它就可以看了。好，所以如果说假设你做好了，我们像这样，其实就是各位你在保存上也还蛮方便的。当然，最好的方法你还是原始档要留着会比较好，有没有？那这边就有刚刚那个。这样你了解了吗？好，那我就把画面还给各位咯。你可以帮他加上声音了哈。